这条要这么高。这个是，现在是红色，然后这个是黄色、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、黄色、绿色，切换红色、绿色、绿色、黄色，然后切换成自动模式，长按这个。好，现在是自动巡航模式。红灯15秒。闪烁5秒。绿灯15秒。闪烁5秒，然后再是黄灯，黄灯5秒，闪烁3秒，好，再是红灯，啊，依次循环，再长按低，按住3秒，好，已经切换了，锁定模式，好，再按住自动模式。